大家好，我是远嫁日本的金姐。今天是中秋，祝大家中秋快乐。在日本啊，我们一般是不过中秋的哈、啊。他们过中秋的也和那个形式和咱们也不一样，咱们需要全家团圆，他们只需要赏赏月。今天呢正好上班比较晚呢、啊，所以说还有临上班之前啊、先收拾一下，就从收拾狗开始。我先给猫卡洗一个澡，刚才还偷偷的跑到门口上藏起来了，知道我给它洗澡。哦，哎，走进去，来、哎，不进去，不进去了，扔扔进去了。都、哎、变成这个样了。哎呀，今天过的呀，今天早上哈有一客人他发烧了，所以说让我他就不让我去了，不让我去了，结果我休息到现在，然后收拾收拾屋里啊，现在又到时间了，又该去上班了。又来上班了，是的，现在这还叫中秋吗？每年中秋都没这么热的，今年中秋这，哎呀，热的嘎嘎的呀。这家完成了，刚才吃了个黄金方便面，日清的那卡布诺豆，闻的我都饿了。なんか握るんじゃないんだ。握るかと思った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どう？うん、おいしい。じゃあ贅沢ネギトロで。いくら？うん。
指定。可以，就用。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。うんうん。